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光，我是李光。今天呢，我要跟我妹来玩 Roblox 宠物模拟器啦，耶！哎，上一集呢，我跟我妹情人节 PK 啊，直接大爆死 ！Oh my god， 妹妹你也太可恶了吧！不过上一集呢，哎，有观众留言说，哎，小光你完全没有吃这个幸运药水，怎么赢妹妹呢？可是其实我妹也没有吃药水。我们两个都没在吃药水的状况下 PK 的，结果我输烂了。不过在那之后呢，小光其实是有一直在努力的浓啊，一直浓，一直浓，一直浓，浓到我们的这个币，然后再一直去刷啊，刷到好多好多的这个金色的宠物，甚至呢，我后面还把它合成暗物质啊。你看我这边已经还合成了很多，一、哦、二。三四五六，哇，超多只！哇，好多！后来小光拍完那一集之后呢，很多实况组跟观众都觉得小光太飞了，所以决定送我很多只宠物啊。像我现在后面的这些宠物，其实每一只都是16Q 啊 ！Oh my god， 这都是老婆送我的，超厉害，感谢老婆。然后还有很多观众啊，寄了很多信箱，非常感谢大家，哇，100个礼物哎！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多哦！哇，还有人送我暗物质的 Lion， 还有送金色的，4Q 哦，还有送钱钱，哥哥对啊，还有问号的，哦，这只猫咪好可爱哦，感谢你们。好可爱那个嘴巴。对啊，好多人送我，还有送钱钱，直接拿了，哈哈，钱钱一定是不嫌多的，哦，还送我大宠哎，大宠哎，哇塞！哇塞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！不过呢，各位小光要跟你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要去哈口模式啦，耶嘿！我终于可以进入哈口模式了。然后呢，我有看到刚刚的礼物里面，除了一般模式的以外，还有人送我 HC 的1Q 的宠物，哎，哇 ，1Q 的，感谢我们的这位观众啊！哇塞，我还没有去哈口模式，就有观众送我这么好的礼物，真的非常感谢大家。太好了吧？对啊，而且我这边。已经有存下来了，你看，还有一只、两只，哇，三只、四只、五只，哇，这边好多 HC 的角色哦！非常感谢各位送我这些，我们决定要去哈口模式冒险了，妹妹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哈口模式刷钱钱。来了，我终于到了哈口模式 ，Go Go， 我们直接进去吧。害羞。嗨，各位，我进来了。哦，哈口模式的宠物，它有冒一个金色的这个气体耶，哇！这是哈口模式才专有的吗？每个都冒金色气体，好像很厉害、哦。我们直接把这些都装上去，哈口模式都装上去。哦，有哎、有哎、欸！现在我有6只宠物，而且我发现进来之后的栏位从9只变成18只，哎，赶快来赚钱哦，耶！赚起来，赚起来！哦，哇，妹妹你的好像也很强哎、欸，哇！当然啦，嘿嘿。妹妹也有在偷练哦。哇，妹妹也太偷练了吧！哇，一下子就赚超多钱，直接开。我们现在拿到观众给的这个有 Q 的，我们现在前面真的就是爽爽过啊！来，开起来，耶！哇，你看这边有一个很酷的门呢。哪里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我来了，哦，怎么锁起来了？门是锁起来的，哎，可以按一。哦，我可以进去哎。哎呦！哦，哇，这是我们的家吗？哦，还可以拿到，这还可以拿滑板呢。哦，新滑板。哇，我的滑板是用买的，妹妹你是直接拿到的。哎呦，哎，没错。哎，所以其实这游戏很棒哎，你只要有来到哈口模式，他就直接送你滑板，送你一个。那我很好奇，如果我进来的话，我可以用一般模式的这个宠物打这些东西吗？可以吧？我们来试试看，用一般宠物来打打看。好，我现在用的是这个上个世界的一般宠物，哎，还是打得起来耶。其实，对啊，所以有打得起来。一般模式来这里不会到完全不能打，它还是打得动，只是可能伤害就没那么高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所以刚来这里的朋友们，就算你没有 Q 的宠物，你也其实是可以在这里到前期都还有办法拿到一些这个金币。然后让你去刷蛋蛋哎，哦，没错，希望五，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好？我们就先用我们之前上个世界的16Q， 看我们可以打到哪里。好，哇，我已经一下子就到40万了，这边还有100倍的，哦，好爽好爽，直接来
直接再开一个40万的。呼，哇，这个世界一下就被我们攻破了。有很快。对啊，打一打。哎，我发现开始打不动了哦。到 K 的时候，我们的 Q 好像就有点困难了哦。对，发现好像有点不行哦。所以其实降很多哎，16Q 在这里竟然没办法秒掉这些东西哦。你看，哇，基本上还是要用哈扣的模式的宠物。真的哎。Q 的到这里就变成应该只有 K 而已吧，所以他顶多帮你打一下第一世界的东西。哇哇哇，连这个都打不太动了。哦，我有550万吗？有哎，直接开起来。哇，速度好快哦。哎，这大虫好可爱哦。真的，大虫好棒哦。感谢观众的大虫。真的。真的，哎呦，我们直接挖起来。哇。这边有一个16M 的 16M 没打开，我们直接看能不能打开 50M， 好像不够、哦、对不对？我要到最后宝箱了。对啊、嗯、很快啊、哦欸、可以耶，我们直接到最后宝箱 了、哦、了，来，我们来挖一下这个宝箱。哇，宝箱还是打得掉，瞬间打掉耶，超强。那我们可以去下个世界啦。好像可以耶，真的可以直接去下个世界。来，开门。哦耶，走，我们直接在哈口模式来到第二世界，噗，哇，哇，我到了，嘿，好，我想要用我的这个一般世界的打到一个极限，它总有一个极限，它打到 M 的时候就开始有点打不太动了，打不动，哦、嗯、，M 就开始打不太动哦，哇，一般世界跟哈口模式差这么多啊，是的，哦，是的，先挖起来，先挖起来，先挖个35000再说。开起来，有了。阿森哥哥说猫猫世界是最好刷爱情币的地方。对，没错，因为阿森哥哥跟我们说这个我们都是去猫咪世界去刷这个爱心币啊，然后我们就拿那些爱心币呢去做我们的那个宠物，把它做成暗物质啊。哥哥不演了，哥哥要把 HC 的带上去了，耶、yeah! ！HC 上来了。Yeah! 可是其实我现在目前哈扣模式只有两只 EQ， 所以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强。如果我在猫咪那边呢，浓一浓之后，把 Lion 哈扣模式的 Lion 拿来去做，好像也是可以快速拿到 EQ 的角色。开世界喽！哇，姐姐不够了，不够不够，继续刷，继续刷起来，继续刷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这刷钱真的很疗愈，哇！真的来到这里，我终于时间小偷，对啊，终于来到这个世界了。听很多高手说呢，这个哈口模式呢，其实是这个游戏的刚开始，所以前面的一般模式只是新手村而已，所以我们现在才脱离新手村啊，妹妹。Oh my god！ 对啊，哇，我们现在才是人生的刚开始呢。真的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来看看能不能偷偷开，哎，可以耶，偷渡成功哎。哎、欸，我们直接去最后一关，哈哈！哦，那就可以直接刷大宝箱。哦，这边钱超多，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！想当初我们在那个一般模式的时候，我们浓超久的，天哪、啊！对啊。哇！哦呦！刚才前面有大宝箱哎、欸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去拿大宝箱。好哎、欸，来，我们一起。啊，不要急。哇 ，EQ 真的好强哦！哦，有了有了，我们这边有八 B， 走够了吧？那边应该是6.5还是7.5啊？我忘记了，应该是7000多，7.5吧，对不对？好，对，妹妹走。哇，我们终于可以去第一世界，去到那个地方开启那边的世界门啦。没错。虽然我们的宠物很强，不过那个 7.5B 哦，真的是 7.5B 也是很难刷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当然第二世界就没有那么好刷了。真的哎、欸，第二世界这个好哦哦哦，哇，5Q 一下子，哈、哦、哈，好爽啊！走吧。哦，耶。嗨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玩到这里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小光继续刷起来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，只要超过1000个赞，我们再继续来玩我们的宠物模拟器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，拜拜拜拜。